南无有说秋如来，南无有说秋如来，南无有说秋如来。作为这样发说菩萨圣谛心，大家晓得吉祥。咱伫这个有说秋如来所发的愿力，用愿力来代表众生的需求，因为这个愿力是非常的重要。愿力会当予咱去西方，会当予咱去东方。无愿力者，会予咱坠落地狱，甚至予咱足济代志而发生。因为众生是不知不觉，若无愿力来带动咱的信心，甲咱人生存这个空间何去何从，咱家己毋知影。为什么咱要发愿？为着咱的身体的健康，互咱发愿，互咱细胞组织身体健康。为什么要发愿？发愿才知影讲咱众生这人的苦，要安怎徛伫个角度替伊想，伊啥物一面法，伊需要啥物，伊的理念、伊的思想、伊的见解，伊真是需要是啥物？这可算吗？这不可算吗？即卖当讲无？即卖不可讲吗？拢会爱各地分明。因为咱就是无法官的时阵，产生了妄想的。大汉的食较济，细汉的食较少，妄想的产生了错觉。要食家己硬啊，同款意思。咱即卖下面搁来讲到这个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，伊所发的四大愿。那么第三大愿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啊，要由众生敬上，人慢降为修舍。若闻我名，至心清凉，有是的国，国气自心犹如浮渺，乃至菩提。因为即卖无法的众生，你争我斗。包括宗教也是同款，每一个物件为了家己的自私自利，产生了作些纷争嘛，作些斗乱。实际是上无对甲唔对，即个人下边所甲看因缘所产生法，伊内底变化，是咱用讲的。伊下边内底也阁有迄个利益，下边阁再有一个冤亲债主伫遐在纠缠。这是有的是个人之私。伊产生了共同体，所以讲个人之私来产生了内底纷斗，甚至各派门也好，也是各行业的人来争斗，这拢是咱众生无法一定会拄到。但是呢，有愿力者，有修持者，伊会把上界严肃的物件、上严重的物件，会来甲轻化掉，改净化掉，因为咱有智慧啊。所以，这个愿力有吃过苦的人，有感受过来龙去脉知影的人，伊会去感受着足侪代志。要发生未发生，要来临未来临，伊拢会去注意这个代志发生。所以讲，拢会甲强调边啊周围的人爱小心，提高警觉，未当去甲这代志发生啊真严重。这经文第三愿就是在讲这个，你众生在争斗啊，争斗可比考地角啊，分心可比考地，可以分地角啊，甚至用着人群来当中产生人群地角啊，大家拢安尼，你争我斗，产生了足些足痛苦啊。那么伊伫这个愿力的当中，伫这商斗也好，咱商斗唔是内心白骨的商斗吗？所以讲，为何要相合？你相合，家己身体嘛是相合啊。都是外上咧即争斗，咱内底已经肝归肝，胃归胃，五脏六腑开始咧争斗啊。咱身体健康嘛，内通我，我通内，外上便便，内上嘛是咧便便啊。即众生的病苦就是咧讲这啊。好，然后即种的问题。甚至咱将来念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的名号，甚至念药师如来名号，拢会当予咱的身心安乐自在。
咱嘛是爱忏悔啊。为什么咱拄会着这物件？所目睭所看到的，会拄着问题，是咱众生每一工喜怒哀悲，甲咱相随呢。伫咧相随的当中，唔是讲质量好甲歹，质量好歹甲咱无关系。这嘛是互你思想提高境界，伊所犯到的嘛是甲咱无关系。伊犯到的就是要互咱降觉醒啊。咱若甲生死要论的话，别人所拄到的，你看到的，来日就是着咱啊。咱会紧张吗？咱嘛是会紧张，嘛会忏悔啊。哪有这个情形发生？这拢爱有这个忏悔之心啊。愿力中带在下边，搁一个忏悔之愿力啊。迄、那个五执三成是一种业障的缘，唔是真正成就之缘啊。我某种业障的呢，认为安尼是对，但是缘是圆满之缘，才是缘啊。这个缘下边要安那去忏悔，咱要安那提出这个对的、地位圆满的物件，和众生助论。唔对的，咱要安那如何去改善？要安那去忏悔？忏悔是家家里内底，即五种就好，身体健康内底甲讲，心啊心啊，我最近来做所做的代志有小可唔对的所在，咱嘛是爱家己，众生内底众生嘛是爱去检点检讨。你内底检讨了后，身体健康，五种调息，内底所有的身体甲你调息了后，甲菩萨心起出来，咱会当搁在身体健康，一方面搁会当去面对着要安怎处理代志，处理圆满。这嘛是一种智慧，嘛是一种身体健康的智慧，嘛是种行持内底观照的智慧法。所以讲，咱众生。那无照原理去行，用着家己的是非去行，产生足侪错觉，时间错觉，空间错觉，包括无常的雕饰，互咱错觉。因为无常后壁迄个足厉害，也雕饰人事物。咱想的是安尼，不见得。后壁迄个讲，那就试着看。后壁太厉害，咱来原理回应伊，用念佛回应伊啊。迄、那个对啊，甲去个都差伫遐，因为咱需要面子，要照镜子，但是那个后面的影子，咱就是看无，早知就好个。所以讲，这个问题是咱众生不知不觉，无了解阿伯迄个阿伯敲板手，迄、那个是过去欠个死人债啊，迄、那个过去完清债主啊，迄是咱家己这个完清债主。佛的工调，就是你内底咧调色，就是迄个现在、未来、过去，就是这个问题。三世人众生足个苦在咱身上，别人无欺负咱，是家己欺负家己。因为咱家己承受不了所拄到的代志，咱若去，你咧去是去你的阿伯人迄个无咧去啊，人咧困啊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家己去家己想啊。咱众生的苦就是伫遮，所以讲咱咧调色。用想的敢是对吗？咱要用智慧去面对足侪代志，所以讲智慧是犹如浮标啊。咱的慈悲是家己的智慧而所产生，咱也无痴啊，啊甲五执啊，何必害着家己浮标同款？咱的无痴是浮啊，咱的执着是标啊，害着咱家己浮标，内心的浮标啊。所以讲，佛菩萨一直讲讲，一定要用心多念佛。为什么要念佛？咱念佛了后，整个细胞组织内底拢念佛。咱一天用落落，拢甲念佛，无介好吗？咱甲念佛当作是一种修行，甲念佛当作是一种面对足侪代志需要处理。咱若念佛，咱百二条众生拢会念佛啦。这是非常的重要代志，因为众生啊，你会想讲啊，念佛要创啥？你这佛教要念佛要创啥？啊，咱内底毋是佛吗？佛在心中吗？啊，佛在心中，你爱念吗？
你要教导你的众生念佛啦，你内底的众生百日之后要听经闻法啦。啊，无愈想愈硬，内底拢是硬起来，你烦啦。啊，你若念佛，内底细胞做出种念佛啦，肝的念佛，心的念佛，皮肤的念佛，欢喜的念佛，整个内底眼耳鼻舌身意拢在念佛啦。那么伊念佛，功德非常的大呢。你唔通看念佛呢？你用虔诚的心咧念佛，你整个你整个内底拢在念佛，这是功德偌大。一个人啊，去念头要害人，全部细胞都是拢个分毫心拢掠起来，安尼看做偌济衰啊！哦，这介重要。所以讲，咱家己有修行者，家己有来强行强修强学了后，拢是你来得护庙啊。那么等于念佛嘛是孝顺护庙啊。筋骨的念佛是佛啊，咱的血的念佛是庙啊，咱筋骨旁拢的念佛，佛庙拢在啊。哪一支菩提？哦，介重要。过来下面第四大愿，愿我来世的菩提时，若有众生贪嗔恚痴。所念若出家在家男女之众，悔愿如来所制下处，造诸恶业当罪地狱，受诸苦报。若闻我名，至心清念，有是的故，所有恶业悉皆消灭，断诸烦恼，净方实乐，以心意。心善良方好用不得转哪一支菩提，因为咱众生目睭所睇开，人事物所看到的，不是善就是恶。那么在这个工业社会所遇到这你情我道，产生了众生这病源，包括现在一直网络很多科技的发展，产生咱众生迄动力，甲迄个愿力，一直吼较减薄。那么减薄，咱今仔日若用心来修持，用心来度我的众生，加了有一个时间，有一个生命来度众生，唔知要偌好，因为众生。又无了解阿弥正面的事经法，嘛无了解众生设造出来物件，设造出来物件会妨碍着众生，空气污染杀害众生，种种者，伊拢无去想到遐，这种果报，互众生艰苦，杀众生的众生，这种以后拢是作艰苦的人。所以我们也讲，无法的众生，靠杀业、靠杀，甚至杀众生，甚至为着行业不得了后，和众生失了性命，这样咱众生以后所遇到的艰苦，有当时啊，病苦咱遐济，病苦拢是咱。所看到、所爱吃的物件，甚至足济物件，咱产生了病苦病源来伫咱身上。所看到你争我斗，即内底拢会产生病苦呢？唔，你争我斗，甲外口有啥物关系？你争我斗内底所产生愤怒心，伫内底产生一个病菌甲毒菌，伫内底咱看无。这种无常内底传入来了后，咱拢无了解。以身先讲，奇怪，我有这种病，所做行业，那害了众生呢？伊就得了什么病？这根本拢嘛咧讲，这是非常严肃的代志，看无啥。但是我做这行业，嗯，人嘛咧做啊。但是这些行业，那是对服务同意的代志，你所甲做。在五戒中，五戒做实践的，吃无安尼做，
拢去犯着你家己本身的病苦，迄种啊忏悔。尤其咱做人啊，做路的人，看到咱的做路在做，对，或者或者做法的当中，咱无去照安尼，那足艰苦。这是事实的。包括以前我所出家了后，若有杀业的钱，我绝对无收，我无爱。为什么？我拢爱接佛者咧行，所以嘛是作结，但是为开方便法门而做呢。这众生佛咧甲咱教导，咱有当时啊为着方便，利益众生，为着方便来救度众生。但是众生已经行业惯习啊，来做这业的已经习惯了，伊无了解讲佛法这么不可思议。嘛，要安怎去改？伊过去只个杀业，过去只无名所做只行业，有诶拢一直放弃。这嘛是人生观一个作难题，要放弃着足侪好诶物件，要来修行嘛作难题了。有人时也想讲，应该伫咧足侪物件，咱甲放弃，但是并无放弃。咱诶地位无放弃啊！咱的慈悲无放弃啊，咱来替众生想啊，咱所做的，只要有去利益着众生无，这个内底原理都拢讲济啊，无人讲啊，我出家，出家定义是啥？是要修行。那么世间人嘛是咧出家啊，伊进他不要回来了，也是咧出家啊。那出家是定义又是啥物？是世间的宗旨而出家，也是修行而出家。这嘛是一个众生需要名利的，嘛不是讲啊，我食到老到要出家，嘛不是安尼啊。有的是啊，人自助比开方便法门，互恁行这条路。但是众生有诶无了解啊，做个代志，唔是用众生肉眼来看代志啊。众生的生起业来做着种种的罪过来了后，第一经文无起无落，为什么在七种中要学习如来者？众生的地狱，不是人往生的才是地狱啊，普通帮忙是地狱啊，开刀帮忙是地狱，是九九万的地狱啊。车祸嘛地狱啊，无奈嘛是地狱啊。那么伊咧讲地狱，伊定义又阁是在哪里？无经济嘛是地狱啊，全家病地狱啊。讲话未完全害着人嘛是地狱，靠地狱啊。所以讲这地狱厝内底，只有一句话：智慧啊，智慧无开，农民讲。咱俩念佛修行、修持，会用修持。你念佛了，为什么要念佛？咱念佛了，内底病苦地个也出来。凡亲借助伫无常的当中，已经大关修行准备要予这个人，伫咧车下关内底等伊啊。为什么要念佛？咱看无啊，但是咱念佛，遐体开啊。遐会退开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伊安尼讲得啊。这佛龙讲啊，只要下关无咱的份啊，只要你虔诚，同齐轻薄啊。即落伊发的愿力，所以为什么佛的愿力一直咧讲修行，你就念不得着。有诶讲啊，恁若做歹就念不着啊，教遐简单。人讲无念无代志，遐念落。念佛谈何容易？即阵讲过去的性质也无简单，即卖要念解也简单。念落是真正人讲，讲无念无好代志。一个念来讲，白白当讲拼亲光，讲比死较艰苦。讲师父，我供养伫倒，我无爱念佛，袂输去互讲着共款，但遐艰苦啊！无念无好代志，一个念来比死较艰苦。我家己做工过，我供养你。
我嘛足希望大家来念佛修行啊，修的就知啊，念的就知啊。看是外想法，一个人所做的业障，念内内底袂当把你煞啦。好啊，甲你伫内底好啊，甲整理，好啊，整理甲禁死死，会比死较艰苦。念啊，做你念啊，内底人跳入去内底，你念啊，你做你念，你念我来整理。啊！你比死较艰苦，你的加倍来付出了众生，一个人所做的罪业，伫内底袂当互食伤好，绝对要伫外口的外上所艰苦，伫内底要加倍互艰苦。对，才知影讲，原来伫咧修持的当中，一个人所做的，你念看卖啊，加倍绝对行的众生，爱加倍行，无遐简单诶啦。对菩萨，所以讲，咱看外相，这个人足苦。来，你若修行，来底遐物件，绝对要用苦来加倍来行。你要看卖啊，你要修持来行众生。所以讲，今仔日会当讲这话，我嘛希望讲了解讲，念佛唔是遐简单，看好好。来的大脑大战啊，一般袂当体会到。感受讲，哦，无遐简单。一个人所做的恶，伫内底所该经历的，爱加倍，好比时间甲秒间同款，时间咧行真慢，但是。在秒间，逐天你甲跌，伫内心你甲跌，伊就过数了。但是你虔诚念佛，爱突破，虔诚来念佛，地狱众生佛卖多。就是你愈艰难要念佛，愈想要忏悔，你愿力有出来，一直要念，一直要忏悔，佛。绝对会救，因为这个人内心加倍付出在外上来，一直念佛奋斗，佛会了解。外上有一挂人不了解不要紧，真空配妙有，妙有配真相。内底物件，外上真空已经看个清清楚楚，你内底底下变化，迄种个挣扎，人拢看个清清楚楚，功德之大。所以，这个念佛的观点，诸佛菩萨拢发这个观点，各样的念佛，卡修行。所以讲，咱每一个人用虔诚的心，在修行中，每一个人互相的勉励，也希望讲佛的观点，互咱每一个人得到不可思议，会当去改善着内心世界喜乐爱悲相随，来产生一个喜乐欢喜心、法力充满的心。啊！咱时间的关系，咱作为菩萨，咱伫咧现实中嘛解困难。啊！咱作为菩萨的虔诚，我拢解感恩。啊！咱扶持的人，我拢解感恩。甚至听到这法的人，我嘛解感恩。有这机缘来教咱每一个人，过去有这因缘，才看得到，才听得到。这是咱过去有缘者，咱大家有这个因缘。感谢咱的法师，啊！这菩萨善知识。咱日后甲伊讲，即有所求如来，佮相续而来，感恩下，感恩感接，作为菩萨，我机会感恩。这边的土地虽然是空野，豆豆的建立足济辛苦，虽然一步一步来建立，我嘛希望甲药师道场建立无介圆满，让每一个人的病苦会当得到娱乐。有这群的义工啊，甲朋友、各地主，大家来尽力来为这药师道场来建立。在这个艰难的当中，每一个人一点一滴的辛苦，咱拢大家来互相来鼓励。希望讲每一个人用心啊来建立这个药师道场，好就为药师道场病苦的人来减助，希望药师的加持。啊，我是释天祥，啊，即马伫万峦，有舒服些。